刚是一个高弹螺纹，但完全不会贴臀，然后是一个很棒材质的螺纹面料，先静态给大家看一下，超级超级厉害。然后还有做一个胸型，让大家的胸部感觉比较大一些些。然后这次的扣子呢是选这种琥珀扣，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心哦。然后这个绑带可绑可不绑，不绑也 OK。然后绑起来的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一个超级可爱的蓝色 baby 蓝，而且它不会贴臀，我觉得这是大家很在意的事情，就是你穿下去可以就是佯装修身的感觉，然后胸型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。这扣子不能开的，它也是防大家走光的部分，所以扣子也是做假的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安全。然后整件真的到2XL都可以穿，而且它这边这次就是有做这种腰身的部位，所以让大家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纤细。然后蓝色是最白最白的颜色，粉红色大家最怕黑，但是这个粉穿起来超级超级亮白显白，然后甜美。然后包包也很好搭，墨镜帽子啊什么都非常非常的简单。这个绿色啊，它是这种高弹面料的绿色，有没有？然后它是比较那种薄荷小绿的感觉。